花莲丰滨乡的和平桥部落，部落里面一棵面包果树长出来的面包果，结果里面竟然又长出叶子，成为阿美部落里面的大新闻。阿美族人围在面包树下，他们在看什么呢？原来这一棵面包树结的面包果竟然长出了叶子。阿美族人拿在手上看呀看，就是觉得奇怪。菜园里种植了约七年的一棵面包树，今年长出来的果子怎么发芽了呢？对阿美族人来说，面包果可是夏日的主要美食，等到面包果成熟后才会摘下。不过这一颗面包果都还没有成熟就长出了新芽，种植面包树的阿美族人表示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不免担心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那把个阿肉哥哥，哎呀，阿努嘛，你今那发起罗尼，阿姆在呀，卡阿尼古努刀，等完阿尼尼个把个阿肉都嘛奈萨奈卡哥达。面包果长出新芽成了部落讨论的话题，不过因为这一颗面包果还没有成熟，所以不知道是否吃起来味道也特别不同。阿美族人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也成了部落里的大新闻。记者法务华林峰斌采访报道。